地道的老北京门钉肉饼，一口咬下去满口流油，北京人就好这口，因为形状像城门上的门钉而得名。门钉肉饼是京城响当当的美食。门钉肉饼皮儿薄馅儿大，外焦里嫩，讲究现吃现烙，吃的就是一刚出锅的。原因很简单，吃门钉肉饼的关键就在滋一口馅饼里的汤，那叫一个鲜。吃的时候也不能一口下去，先咬一个小眼儿，让汤汁流出来。老北京传统的门钉肉饼是牛肉馅儿配大葱，据说一个肉饼六钱面皮儿，一两馅儿，肉有肥有瘦。包的时候要讲究手上功夫，馅儿打得刚刚好，皮儿才不容易破。肉饼要吃刚出锅的，肉嫩，黄金酥脆，绝对地道。